我没想过我要出国比赛，但是我做到。其实说没压力是骗人的，对吧？也是希望有好的表现，因为希望这一年台湾可以有所进步。第一步就像我的女朋友一样，我每天都会关心她。在音乐里面释放自己，或是对，就很开心的一件事。B-boy 其实就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继续努力，如果你放弃的话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觉得所有的 B-boy 都非常非常的伟大。你看一下，我们台湾是在第十个。Breaking because DJT from Osaka, Japan. Taiwan, I love you! Formosa crew.